虾尾应该怎么吃？虾尾就是这么吃，喜欢吃虾尾，给我双击，给我们上点油，飘点红油更香。嗯。你们数这些四川，一共有多少个虾尾？数清了我就送给你吃。嗯。太香，双鱼。今天简单来点，吃个墨鱼，没事，给我倒点油。吃墨鱼必须配点辣油，不然感觉它不香。这个是牙齿，给它抠掉，掉，哇，从这边咬，能不能给我个双击？嗯。这边还有墨，双鱼，五斤一个大海螺，喜欢吃海螺的给我双击，哇，这个黄都香了，来一口，嗯。这苦胆一定要摘掉，太苦了。挤干，妈，挤这个老过瘾了，太爽了！喜欢吃海螺一定要给我双击。太香，四层夹心汉堡，能不能给我个双击？慢慢上油，老贵了。喜欢吃的铁的，给我个双击。先来一块大肉。嗯，爹，好黄，好香哦。做个双击，谢谢。我又花了一个月生活费，买了这只帝王蟹，就是为了帮你们尝尝味道。你们一定要给我双击，哎呀，飞，好吃，挺好吃的。哎呀，这什么剪刀呀？你们一定要给我双击，又是一个月，下个月又得吃土了。肉呢？妈呀！哎呀，太难了，吃个帝王蟹就这么不容易，你们一定要给我个双击。哎呀，我的亲娘哎，吃的太不容易了，太难了。双击。